傻逼老板家大劳动力。这是要开除我了？这个项目了解一下，别做一些无聊的事。开除你？不可能。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？佳秘书，这是借着酒胆要跟我表白？渣男！滚！家里，你以后别想有好日子过。又失败了，又来一单。这可是大客户，齐总对你这么好，你还想辞职啊？有了，齐总，我也不知道车办公会没有，也不是存心帮倒忙的嘛。你发火开除我。老板，刚收到消息，咱们要签约的是个骗子公司，还好有佳秘书，才没造成巨大的财务损失。好，佳秘书从今天升为主管，今晚庆祝，我请客。又失败了。升了主管还想离职啊？天天熬夜加班，这个班是一天也上不下去了。工作就是这样，我跟你讲啊，从今天起发现办公室恋情一律开除。办公室恋爱？能不能靠近我，别害怕炙热，能不能陪着我看黄昏日落。今晚约会千万别迟到。开除我，开除我。你今天吃错药了吧？这都不开除，看来得来硬的。我都办公室恋爱了还不开除我。恋爱你只能跟我谈。我要离职。分就分，老娘才不稀罕呢。哎，快拍快拍。这人怎么回事啊？快跑！哎，去哪儿？大明星沈岩与陌生女子当街亲吻，已经上热搜12小时没掉下来了。那只是意外。我发布澄清了你们是未婚夫妻的关系，把这个签了吧。情侣同居协议？你们先同居当一个月假情侣，热度一过，随便找个借口分手。不经过我同意就对外宣称我跟他有婚约，现在还要签什么破协议？你干嘛替我做主啊？我出事你也有一半的责任，放心，我对飞机场不感兴趣。你别吵了，麻烦小姐出去等等。吃亏的明明是我。沈岩处在风口浪尖，你还有心情玩游戏？你懂什么？这可是超火的新庄园时代，佛系种地养殖妓女，没事还能偷偷邻居的菜，能把自由交友和航海探险做大做强，不错，搞钱女王，一边搞事业一边结识帅哥，成为欧式庄园继承人，这样的人生谁能不爱？你想玩自己点左下角一起加入庄园生活，游戏已公测，上线即可领取超丰厚礼包。游戏哪能跟我男朋友沈岩相比？你跟沈岩订婚消息是场骗局吧？有女朋友还答应跟我同居，渣男。没错，其实我跟沈岩一见钟情。不可能，你不会喜欢这种女人的。这种女人现在信了吧？收拾一下，我出去等你。收拾一下。弟，我来了。糟了，被姐姐发现告诉老妈就完了。怎么有女孩子的声音？弟弟，姐，你来怎么也不说一声？刚刚那个声音，刚刚我看有只蟑螂飞过，所以我就啊。哦，妈让我给你带了吃的，我放客厅了。管死了，这老天爷偷害我！搞清楚，这是我家，还敢骂我，蠢女人！忘了告诉你。完了完了，你们要吃错了！你好，能是来报道的。老板，你没事吧？老板，老板，你醒醒啊！哎，你好，那是你的新秘书冷娇佳丽。啊，鬼啊！老板，这哪来的鹅啊？这不是你要的老实本分吗？造孽啊！嘿，哎，这个给老板送去，顺便再泡个咖啡，你再去换身衣服吧，别再吓到老板。那知道了。嘿嘿。老板，这个给您。是你做的？是你做的。看你毛毛躁躁的，能力还不错。咖啡。佳丽，对不起，老板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我不想再看见他。好的，老板。
你得罪老板，我可不敢留你。你走吧。以后第一份工作能不能就这么没了呀？我还能上到二十找工作呀？找工作还不容易？你可以上赶集直招看看，这上面都是正式企业直接招的好工作，还能VR实景看公司呢。你本事还是有的，肯定能在上面找到一份不错的高薪工作。我先走了。到手。偷我怀表，看来你是知道他的秘密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完了，露馅了。据说骑士总裁戴的怀表有消除和恢复记忆的功能，知道该怎么做吗？是。装的不累吗？玩不起。既然齐总都知道了，那我就……你……不好意思。I know. 我的蛋糕，你走！哇，好帅啊！有事吗？没事。哎，等等我呀！啊 ，Dragon 丢了！是他，这还是我邻居，爱情我来了！果然是我的菜。你是？哦，我是你隔壁邻居，我家停水了，能借用你厕所用一下吗？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进来吧。今天这么干燥，看来要用上我的 LVK 乳酸杆菌舒缓净透沐浴露了。里面含有滋养益生菌，能够有效清除皮肤里的有害菌，橙色的唯一粒子，同时提升舒滑的滋润感，泡沫细腻温和，洗完后的皮肤水润嫩滑，还不紧绷，还有除螨的效果，高达 99.8%， 特别适合痘肌使用。还有独特的白莲花植物清香，像我这样白嫩的香香小仙女，男生绝对把持不住。还不快迷恋上我的美色啊！你用好了吗？我还要用一下卫生间。哦，好。哎，你们？哎，不是的，席慕，你完了！我聊的男生不会名草有主了吧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哦，艳福不浅啊，臭弟弟。你还是姐弟恋、你们继续争取年后让爸妈抱上孙子，我就先走了。啊、不是，哎。既然你自己这么想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位高指甲男性，给你变个魔术。无聊。你还好吧？我就不信我追不到你。男神，你没事吧？啊、那个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哦，这样下去怎么才能追到我男神啊？你想追男神，我来帮你吧，把他换上。不错不错，这次绝对让他对你刮目相看。这次我一定要拿下他。果然在这儿，不如就来一个美女救英雄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我洗。表白这种事应该我来说，害我说了这么多次，不如就用你一辈子来偿还吧。无聊，说好要表白呢。那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我在躲什么？不能再错失这次机会了。这位高指甲男性，给你变个魔术。无聊。你还好吧？我就不信我追不到你。男神，你没事吧？那个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这样下去怎么才能追到我男神啊？你想追男神，我来帮你吧，把他换上。不错不错，这次绝对让他对你刮目相看。这次我一定要拿下他。果然在这儿，不如就来一个美女救英雄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我洗。表白这种事应该我来说，害我说了这么多次，不如就用你一辈子来偿还吧。无聊，说好要表白呢。那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我在躲什么？不能再错失这次机会了。